后来毕业了，他们全分手了，就剩下你跟海洋一对了。嗯，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？分手了。先生你好，需要什么服务？啊，随便看看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前女友。真巧啊！真不巧。你俩这是？哈，我俩。我俩买家具。那走吧，咱一起看看。不用了，我买东西都买最贵的，贵的不一定好。但那贵。服务员，先生你好，你那沙发最贵多少钱？18,800先生。给我来一个。我也来一个吧。好的。床这个多少钱？12,900先生。买了。老公你也太帅了吧。我也来一个吧。操，查你最贵的。69,800先生。买买。7,600。买买。11,100。买买。同款。先生您一共消费69,800，请问您是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。到你了。我的多少？一样的，也是69,800。赠个两瓶水。好的，老板。